主料，牛奶500克，蛋清3个，细砂糖35克，辅料，香草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牛奶倒入盆里加热，不要煮沸。加热的牛奶倒入碗里，牛奶半温凉，静置，等到表面结一层奶皮，用叉子或者筷子在奶皮边扎一个小口，方便倒奶。把小碗里的牛奶顺着小口缓慢倒回盆里，这时表面形成的奶皮留在小碗底，三个蛋白和蛋黄分离，蛋清搅散，牛奶里加入细砂糖、香草精，蛋清过筛网倒入牛奶里，气泡过滤掉，把牛奶和蛋清搅拌均匀，牛奶蛋清液过筛网，慢慢倒入小碗里，使第一次形成的奶皮浮到表面。盖上盖子，没有盖子可用保鲜膜封住，凉水上锅蒸，水烧开后改中火蒸15到20分钟，蒸好在锅里焖几分钟取出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一从奶肠直接定的奶最容易形成奶皮，超市现在卖的奶大多都比较淡，二中火蒸，不要大火，否则很容易蒸出蜂窝，道理和蒸鸡蛋差不多。三香草精是去蛋的腥味，没有可不加，四热着吃或者冷藏吃都可以，个人觉得冷藏更好吃。表面最好撒蜜豆，我放的蓝莓果酱和黄桃味道也不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